今天又过去了，你不知道你做什么了，听着新歌，没意义的活着。明天又来到了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四面楚歌，必须战斗到最后活着。每天你都想着明天会怎样快乐，但是被害了，唯有十四分战撑着，深夜你还醒着，进入虚拟的欢乐，却不知道等着的是地狱来的使者。今天又过去了，你不知道你做什么了，听着新歌，没意义的过着。明天又来到了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四面楚歌，必须战斗到最后活着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《上古纪元》Minecraft。这次有讲错啦，原本都是讲说，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 Minecraft 的《上古纪元》多人伺服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吧？然后最近真的是天气变化很大，害尼亚斯一直就是会流鼻水，然后就会有痰，真的很讨厌。所以要一直清喉，会听到一直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哦，我想一下哦，今天的目标哎，为什么没可能到位置呢？哎，材料不足，好吧，金魔聊哦。哎，那是李阳吗？不是啊，奇怪。为什么？所以后面那个都是，我记得有观众跟我讲说那个名字是用抽的，对吧？我也要讲抽啊！耶！我都很喜欢这样玩人家，就是放个火这样。啊，那我们先种一下东西吧，是吧？先种一下东西，这应该都成熟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目标，我想一下，我们来扩展地下室好不好？感觉不错哎，来扩展一下地下室。我看一下，哇，中中中中中中，哎，没中到，啊。进家里吧。然后尼亚斯挖这个空格，就是因为每一次啊，尼亚斯从那个蓝门进来的时候要回这个重生点，每次他会让我卡在墙里，不然就是卡在底下，所以我特地把它挖空，这样才不会一直就是损血这样。对啊，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样，就觉得有点麻烦。好，我们来合成点面包，看看能不能凑成一组，然后再过一下那个小麦任务哦。27个面包，加上还不够哎，还要4个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现在来稍微，我看一下我的领地范围。哎，怪物死了，还没。赶快死！死了！哎，我可以拿到他身上的经验的，他46个，哎，还是哦，我还没打死他就对了。
好，离他远一点。哎，没火球术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哎，我突然听到猫的声音。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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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走开，吃个生鸡肉。好，哎，又是木头，哈哈。我听到僵尸的声音啊！啊，烦嘞、欸，真是一堆怪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我的范围啊，我范围在哪里？对啊，我的范围好麻烦啊！等一下，不对，我用错范围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里吧。对对对 ，OK OK。好，所以我的范围就是这一块，然后底下有一只怪，是怪吗？人类 BOSS 是吗？看不太到。好，我来做一下工具好了。有铲子吗？没有。做一个石铲。哎，我用到这个了，这到底是干嘛？好，做一个石铲吧。铲平这些泥沙子，再说的泥土。看一下哦。我把这个斧头丢上来，然后我拿点木头，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杉木，我先种一下杉木好了，因为我想要地板用黑色，对吧？我先把那个猎豹解决掉。死了，还有血。烦哦，我家的怪物怎么那么多啦？好 ，OK， 快，赶快！哎，有一只呢。算了，不管了。走开！不要靠近我，烦呢。走开哦 ，yes 了，死吧，还没死啊，快，太夸张了吧，你我先站上去再说，哎，死嘞，好棒啊，砍树，好，先种下去再说。可以不要过来吗？走开！好，然后把这个放进去，暂时不需要。然后我听到蜘蛛的声音，所以我觉得我先回。重生点一趟吗？还是比较好的。看到了，走开，全部走开，走开。啊，没轰到呢，还是有，好像只轰到那个猫跟蜘蛛。走开，哎，又重启，针对我。走开！还没死啊！哦，又多一只了，好烦哦！还有两秒，好吧，收成一下，然后我们先回重生点啊、不是重生点啊，先回那个城镇去，就是。看一下那个胡萝卜跟面包的任务可不可以破了？对啊，还有那个马铃薯啦。噔噔噔，我觉得这些种子我其实可以不要留着。对啊，我干嘛留着？很占位置，对吧？食物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
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再合成一下面包。好，一组的面包，然后马铃薯我们先种一下好了，胡萝卜先把它全部拆掉。啊，我们可能等一下还要一组马铃薯，因为它总共有三种，我记得是马铃薯、胡萝卜、面包，对，大概是这几个，还有生鸡肉吧。马铃薯好像明显不足哎。哎，这样，为什么这一排会突然出现？我刚刚没有种，对不对？哎，各位观众，刚刚我是不是没有种这边？这边我都没有放作物，结果我一按，然后突然出现作物，这是 bug 吗？还蛮照顾玩家的一个 bug。好，我们去接一下任务吧。我不想再钓鱼了啦，钓鱼好累哦。然后最近很多观众说想要住我家附近，那我就说就是快一点，呵呵，不然这附近可能会被我全部买走，或是说被其他人买走。对啊，我才要一个小时哎、欸，好吧，那明天或是晚一点再解啦。对。那我们首先先把胡萝卜的解掉，这个，然后面包先留着好了，对吧？哀伤的佣兵可以干嘛？好像不能干嘛？那就是剩好多人啊，啊，我们回家吧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家后面被攻击了。我家后面那个人的房子被攻击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也很危险。我也超危险的啦，算了，跟他拼了，有何不可呢？嗷！我要冲了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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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我就是哎，可是有弓箭手哎，好恐怖的感觉哦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等一下，我被打下来了啦！赶快赶快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，再上去一次。好多怪啊！太多了吧，吃个食物，快点毁灭之球再可以使用一次，应该可以造成大量伤害啊，虽然伤害没有很高，是吧？再等一下吧。哇，他家盖得好漂亮哦，我都没有。我都盖得好丑，你看差好多。接下来有仙人掌，仙人掌是干嘛？等吧。对啊，盖得好漂亮，各种颜色的玻璃。这个 1.7 过后的那个新的玻璃，我老实说我不太会。哎，它死掉了吗？应该要死了，耶、yeah, ，他死了，然后剩这一只，死了，什么？
最近打了好多装哦，吓到我了，这是什么？是要给我的吗？谢谢你哦，可是这些我都有啦。好啦，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未来可以拿去卖，然后再买一片土地，买一片领地啦，是吧？又是木头啊！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来不及扩展我们的地下室哦，很有可能来不及哦。我有这样的错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我很懒，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开始扩展。然后36步，好啦，那我们趁现在赶快就先扩展了啦，是吧？这个家够大吗？基本上就是我可以再把这个家再往大一点，然后盖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农田移到地底下啦，对啊，很多人都这样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重点是，好啦，我们先把它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我有另外一个想法，我想要就是在哪里啊？我身上就有了，我想要先把那个黑色的木头种出来。出来了，Yes， 我最喜欢这种黑色木头配橡木木头了，这样子我觉得最好看。掉到上面去了，顺便给我一个这个树苗吧。真的有哎。好，他又丢一个砖给我了，为什么啊？没有可以生长的作物，有，我们把这些砖都丢一丢吧。他没有给我砖，砖我没有捡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，不对，我干嘛把它放回去？我们现在有32个杉木柴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先从门这边开始好了。对，有人射我吗？没有啊。好，开始大整修。反正我这周围的那个沙子就不要改了，这边边的这个，因为反正别人也看不到嘛，啊，狐狸怕爆炸，它也不会炸开，所以就还好。怎么一堆人突然下线了？是因为要重启吗？不行啊，我要把握时间啊，我在拍片。快玩完了，有了。门我忘了放，对不对？重启是重启他们哦，不是重启我吗？有差吗？卡住。我的床到时候再摆新的位置好了，对吧？不然，因为它只要摆在这里的话，一定会卡住。真的重启了，好，重灯吧。有了，哇，好多人哦，爆多的呢。等一下再进去啊，我们抓个鱼。是荡掉了吗？正常的，正常的，没抓到东西。好，我们再登进去一次吧。30秒只能进一次，好吧，算了。你找养。嗨，进去吧。真超多人的。我到，重生点还在，对啦，因为我没有
把床打掉，还好。对啊，大家看我这里根本就没有种小麦，结果就突然，对吧？就是小麦就种出来了，所以代表说我只要如果我这一片地方我要种什么东西，我就是尽量放就对了。那是毒马铃薯，丢掉，丢不掉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，好，那我就放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测试看看，我只有放四个哦，看好了、哦、，yes， yes， 它会扩散呢，太棒了，这样我就省去很多资源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只有40个马铃薯，要多种一点，沙子多太多了啦，哎、欸，已经一组多了，我的沙子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沙岩改成沙子啊？有办法吗？还是要这样子，我不要平滑沙眼啊，我要平滑沙眼干嘛？算我要平滑沙眼干嘛？算我把这个沙眼还是照放掉，或许改一天，我有一天会有用哦。火球术没杀到，算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是主要是要等那个木头长出来啊。我们有骨粉，用一下哦。他想要跳到我屋顶哎！哦，哎哎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抢我的木头？我的斧头爆了啦！我在干嘛？哎，好酷哦！去做一个斧头吧。啊，我的木头嘞，在这里。木棒不够，所以我要两个木材做木棒，然后再斧头要三个石头。好 ，OK。先做木棒，然后呢做成斧头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你要干嘛？哎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玻璃？哎哎哎，吓到我了！哎，这个太高等了吧？怎么一堆人给我一堆很高等的东西啦？这叫我怎么好意思？而且我的箱子快塞满了。对啊，我的箱子快塞满了啦，大哥。哎、欸，又给我，这是怎样啊？大家看一下我的箱子有大概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，没有，快二分之一了，都是装备。太夸张了，不要再给我装备了啦，我受不了了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跟你讲。哎，等一下！而且我发现呢、啊，它种植出来的都是小麦，所以我还是不能就是怎么讲，不能只种几个马铃薯，然后变成使用那个史莱姆球，对啊，这样有点浪费。那我们还是乖乖种马铃薯吧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要出去是吗？好，先这样种。哎、欸，还是有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先这样。你们是想出去，那你们跟我讲一声啊，白痴啊，在那边蹲那么久，很奇怪。好，我先好，做一下面包，还蛮白痴的。好，先这样好了。啊，我都得到一堆种子啊，好烦哦。到时候我做一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哦，你哎哎哦哦哦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又拿到？先丢掉。
烦死了！砍树最重要啊，还打什么怪啊？再给我树苗吧。有树苗吗？没有啊。给我树苗，哎呦呦呦 ，yes， 好，再种一下。哎，那是怪物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吓到我了。yes， 我们有地板可以放，好少哦，这根本不够嘛。好，我们直接用那个骨粉最快了啦，好麻烦了。哎，骨粉靠你了，有了。哎，这是怎么那么矮？这棵树啊，超矮的。我拿到树苗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奇怪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就此就没有树苗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我要怎么繁衍你的下一代啦？哎、欸，你多少给我一根树苗吧。哎、欸，我没有。哎呦呦呦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还好有。没有的话，这棵树就在我手中断送了他以后的孙子辈的生命了，是吧？这是黑魔法嘛，会一直损血就对了。那个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太懂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树苗丢进去啊，交换一下。应该够了吧，这个做一楼的地板应该是够吧，好像还不够的感觉，总有这种错觉，真的还不够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用一下。哎、欸、不够，哎哎哎哎哎，我的等下我试看能不能用这个，还是不行。好，你们都打不过我的，走开。哎、欸，又拿到莫名其妙的皮革，然后他给了我13个煤炭，我这东西好多、哦，还缺1、2、3、4、5个木头。五个那个杉木，真的有点麻烦、欸，不太想要再多用骨头，就先让它慢慢长好了啦。还有32秒，真的是怪打不完，哈哈。17秒，77秒，看一下我们录几分钟。27分钟嘞，糟糕，快没时间了。好吧，而且我刚刚那个录影程式跟我讲说什么高效率、什么高输出率哦，不懂，不太懂，可能是我设定那个太高了，画质之类的，什么效率，是吧？好啦，那我下次设定一点。可是我怕我一使用那个技能啊，就是那个毁灭之球。尼亚斯自己看自己影片的时候都会发现好模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吧、啊？我不想要那么模糊。好，种一下吧。那剩下的我们就不要花种子了，太浪费了。也不是浪费啊，因为我们种子那么多，怕什么？可是重点是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种子啊，是吧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欸Leo， 麻烦你，如果你看得到我的实况的话，麻烦你看一下我的箱子，相同的东西有多少个？
然后占了多大的位置啊？看，大家看一下，各位观众要给我装备之前，先想一下这个箱，先回想到这个画面，这个箱子啊。然后我目前只有两个箱子啊，然后你要一直给我装备吗？你确定吗？我都没办法放我的建材啊，太夸张了，一直掉，感觉我好像收垃圾哦，收垃圾啊！不要再。你是怎样？好，妈妈，你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这个容量啊、哦，这个容量，不要再丢了，不要再丢了。你不是圣诞老公公，现在不是圣诞节好吗？现在不是圣诞节好吗？麻烦你，真的是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也不太够了，我们就赶快挖地下室吧，是吧？哎，那是怪物，好。那我们稍微决定一下地下室在哪里好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地下室的部分，因为这附近我们到时候要做玻璃，这里可能也会做玻璃。那我们地下室就，大家觉得哪个位置好啊？这个位置好，因为这四个角啊，这三个角都放了这个那个荧光石灯啊，对啊。还是我到时候这个脚也要放，好麻烦哦。因为我楼梯，对啊，好麻烦，这样好看吗？哎呀，不要吵啦，没有人问你们意见啦。这好看吗？不是很好看耶，老实说。我该怎么办？好啦，管他的啦，就这里了啦。还犹豫什么？奇怪，讨厌。那我们就可以拿这边来填补了。我找一下那个，我需要一些木材，然后做爬梯，这样子应该够吧？应该吧。做三个够吗？再做，好，这样应该够。个人觉得啊，好，收回去吧。来吧，我们就用一个爬梯爬下去。然后现在要用铲子了。哎，这个不能用铲子，是要用石镐。好，继续挖下去。我要挖到没有土的范围。不是没有土啦，没有沙子的范围，不管是沙岩还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应该再多做一点爬梯。觉得木头不太够哎，没关系，分解几个木头，这样也够吧。而且我身上还有三个石头哎，是我刚刚忘记放哪、放回去了吗？哎，我放错东西了，完蛋了啦！东西好多、哦，让我头脑。好复杂的感觉，这样应该够吧？再挖个两层，哎，没有，不是再挖个两层，可以再挖很多层。刚刚尼亚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那个，就是爬梯部分有多少。好，那我们从这边开始挖。石头的部分，这里就是我们踩石头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，我看一下找哪里好。我看一下，大概这个位置好了，有了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开始是我们的地下农场，先这样决定，暂时先这样决定好了。对，好。先挖个小范围，这样。大概这种空，这么大啦，就这么大，不是啦，农场不是这么大，我是说，先给我这个范围，让我可以进来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那个木门哦，不是这个门啊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好多专有名词都不会啊。就是那个啊，那个，就是，哎，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对啊，啊，地板门啊。我在干嘛啦？好了，我们就是做一个地板门在这里，可以做一个阻挡，这样比较不会就是说一直往下走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要下去，我们啊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们必须把它靠这边，然后这样打开我们就可以下去，然后上来也很方便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，然后再上去，然后我们这边放一个比较好看一点，耶、yeah ！然后我们下面插个火把哦，火把，我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啊，我们用。四个煤炭做一些火把，还是我有火把？哎，有哎，我有火把。好，那我有火把的话就没关系了。哎，我怎么用那么多石头啦？是哪一个？又是谁偷给我的、啊？暗恋我也不用这样嘛，暗恋我也不用这样，我是真的。我们插个火把在这里，然后楼下也插几个好了，插一个，好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怎样？好，感觉上来下去也蛮麻烦的嘛。哎，等一下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装，我觉得应该要像楼下一样装在旁边，这样比较上。啊，这怎样？怎么会爬到我的房子里 ？OK， 那吊杆，然后什么什么，挖沟。感觉今天尼亚斯嘛是无伦次的，现在35分钟，我们先再那个一下，就是他们干嘛一直要在我家周围打怪啦？而且我放错东西，放错地方了，这应该放在这里。各位观众，快满了，不要再给我装备了，给我玻璃。如果你真的哎。哦，这是气球啦，我以为这是玻璃咧。好啦，那对不起，误会你。我吓到我，我以为那是掉落物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等可以再次使用那个农耕的技术。然后我们这边就先继续种。哎，不要剪，再剪下去我就没有会置放我的东西了啦。好，先种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我等一下使用那个，就是我等一下如果使用我的，好啦，上来先收成了啦，管他的，就先收成了，先吃一下。这样至少应该有一组的马铃薯了吧？感觉马铃薯种好慢哦。好，使用吧。刷一下，找不到，好，算了。那我们去马铃薯嘞？啊，不是放在这里，还不够哎、欸。啊，好吧，我们得要再等一下，顺便回一下他。这次的片场拖太长了啦。No， 我没有团啊，啊，我是有自创的 RC 房啊，但是我都不会去。所以有等于没有啊，所以就对吧、啊？就是这样。我有 RC 吗？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但重点就是我不常上 RC 啊，这就是重点啊。我不常上 RC， 然后你要了我的 RC 也没用啊。对啊，啊，惨了！等我一下，家里电话响。OK， 我回来了。刚刚有人打电话啦，好讨厌啊！我最讨厌实况中被中断了，啊，这对观众不太礼貌，其实啦，对吧？中一下，我们就先，对啊，先这样子快速中一下。但这样有没有？
有了有了，终于有一组了，感动。然后他大概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木头长出来了吗？还没。好，那我们先回重生点，回村庄啦。然后我家的猫又在叫啦，不知道在叫什么，好讨厌啊，好讨厌啊！不是在这里，在那里。我最讨厌啦，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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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解任务，太棒了。Wait， 是这个吗？不是啊，这个吗？好像是这个哦。交给他，有了25元。我们现在有多少钱啊？83元。好哎、欸，那感觉赚还蛮快的，赚还蛮快的。我懒得去跑那个跑商了，好像一次才5元而已，我谁要跑啊？好麻烦哦。那个时间我宁可花来种作物，然后拿去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回家吧。掉了，掉下去。那我们的怪物还在这附近。哎，好痛！啊，那边有那个水元素，麻烦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惨不不堪了。我把这边的木头挖来这里好不好？为了因应，为了结束，然后我们先坐在这里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啊，我们要用，先不要用那个上古纪元材质包哦。对，上古纪元材质包的网址，我现在这一集我就先暂时贴在那个我的 YouTube 影片下方哦，就是大家欢迎去看啊。如果那个以后我的影片还有人跟我要材质包的话，那大家。粉丝啊，观众就跟他们讲一下，说我有贴在这一集，对，就帮我跟他们讲一下，对吧？因为其实就是这个材质包的载点啊，它是在一个论坛上面啊。如果你论坛没有申请那个会员的话，基本上是下载不了的，对，所以就是比较麻烦，所以我才没有贴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页按个赞，或是看一下其他团员的有趣实况哦。然后记得赶快来尼亚斯的粉丝团按赞，都已经快800订阅了，快800个人订阅我了，结果才20几个人按我的赞。那剩下的700多个人是怎样？幽灵吗？快点按赞，快点快点，不然尼亚斯要发飙要生气了，没有啊？好啦，总之快点按赞。那个赤炎军团跟尼亚斯的赞都要按好，然后顺便白龙的也按一下。不知道白龙的话，去我的 YouTube 的频道首页，然后我旁边会有那个赤炎军团的团员，有幽夜啊，有什么什么蓝燕啊，然后白猫啊什么，然后就有白龙，然后你顺便订阅他，顺便帮他按个赞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时光就差不多到这里哦，拜拜，下集再见。我想要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实况主，让人不会看你。Yeah, yeah, yeah, 我想要成为一个有人气的实况主，让人不会嫌弃。Yeah, yeah, yeah, 录影时候千万不要跟着不说，因为观众可能不懂你做什么。尽所有不敢发出声音，快做内心只有拍个好的影片成功。录影时候千万不要规则不说，因为观众可能不懂你做什么。尽所有不敢发出声音，快做内心只有拍个好的影片成功。我想要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实况主，让人开心。 Yeah, yeah, yeah